亲爱的们，你们好啦！今天小编啊跟朋友们准时见面了。我国有很多的城市，因为我国经济发展迅速，所以一些城市也抓住了机遇，一跃成为繁华的大都市。而且现在网络通讯也非常发达，一些社交平台和软件都很受人欢迎，因此也打造出了一大批网红城市。很多人都会去这些城市游玩，因此这些在网络上很火爆的城市旅游业也十分发达。今天要跟大家说一座我国的新一线城市，它的人气特别高，甚至超过了天津和重庆。很多人出游或者享受生活都会去这个城市，它就是成都。目前这个城市的旅游业十分火爆，很多人在闲暇时都会去成都旅游。成都的生活节奏很慢，因此很适合度假。成都的经济发展极好，其农业、畜牧业以及渔业等产业，经过2018年的整年统计，总产值在持续增长。这个城市的制造业也不落后，电子产业和材料产业等新工业产值增长幅度巨大，计算机以及通讯等设备产值也持续增长。这第一、第二产业都拉动了成都的经济发展，但是成都的第三产业却是增速最快的。从民国开始，这里就是很大的商贸中心，当地的金融业也很发达。到了现代，成都的旅游业以及餐饮业成了当地的经济的重要支柱，这也要得益于网络效应，将成都的美食更多的展现给了世人。目前成都已经是新一线城市的榜首了，政府还在此投资了很多新经济试点，可见成都的潜力是十分巨大的。很多游客在了解到成都之后，就会来这个城市旅游，品尝正宗的川味美食。小伙伴们想去成都吗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，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。